验和给员工培训的内容。既然我们都已经和好了，那这些东西你是不是应该给我？最近饭馆的事让我心力交瘁，早知道当初分家产的时候我就不应该要饭馆，但是都已经这样了，我也不追究了，你把我要的资料给我就行了。简直太可笑了，我凭什么要给你这些经营资料？你要的这么理所应当，我只是不追究以前的事了，但不代表我原谅你了。你对我来说就和陌生人一样，甚至还不如陌生人。经营资料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给你？可是当初你把饭馆分给我，你就应该教给我怎么经营啊，光给我一个店面，一点技术都不教给我，你这不是把烂摊子扔给我吗？我的饭馆是烂摊子吗？你接手的时候每天中午客人坐得满满的，再说了，当初我没有要把饭馆分给你，是你非要分我的饭馆，想尽各种办法从我手中要走。当初你儿子劝过你，说你不会经营就不要分走饭馆，但你信誓旦旦地说你会经营，你说经营饭馆是很简单的事，你说你可能比我经营得更好，这是不是你的原话？你现在怎么开始问我要经营资料了？当初我没干过，我也不懂这里面的道道，经营饭馆而已，这也不是什么需要隐藏的东西。离婚前这些东西你免费交给我，我都没有去学，现在你还拿上架子了。你也说了，那是离婚之前，离婚之前我们是一家人，那时候我交给你们是因为我忙的时候你们可以来搭把手，现在我们是什么关系？我凭什么交给你？你要不交给我，我就把饭馆还给你，你把房子还给我，这饭馆我不要了。你觉得可能吗？法院已经把房子判给我了，你要想要回房子，那你就去告我吧。现在请你从我的店里出去，妨碍我做生意，是要给我赔钱的。就在这时，老公突然大声喊了起来：妈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我后悔和小丽离婚了，我们离婚都是你搅和的，我的好日子都让你搅和没了，你什么本事都没有，你就是脾气大，会拿捏人，我后悔啊，悔不当初。儿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有什么话我们回家说，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了。最终婆婆灰溜溜地离开了小丽的店。妈，这一切都怪你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和小丽离婚，一开始我过着多好的日子，小丽挣钱养家，我上班挣钱自己花，小丽每个月还给你2000的零花钱，现在好了，房子没了，饭馆也要倒闭了，我当初是辞掉工作和你一起经营饭馆，现在饭馆一直在赔钱，我们的经济来源就断了，到时候连交房租的钱都没有了。我真没有想到和小丽结婚那几年就是我的人生巅峰，后面一直在走下坡路，都是因为听了你的话。那我也是为你好呀，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，原来他的饭馆那么挣钱，我们都已经分到饭馆了，按照小丽挣钱的速度，我觉得我们很快就成为富豪了，谁知道那么难经营呀。不行，你还是去上班吧，不然我们真的没有生活来源了。